好的，早安呢、啊！今天最后一天的早上，我们现在下去吃早餐了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已经吃完早餐出来了，那我们现在是要来买花莲这边最有名的是麻薯麻吉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大清水休息区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准备前往清水断崖。刚刚我们不小心走到了苏花改哈，因为清水断崖其实是在原本的苏花公路上面。好，那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点，不过我们会看到后面，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清水断崖，我觉得啦。非常的美丽。耶、yeah, ！鸡吃下去，啃鸡腿，加胡椒。干一点都不像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建设博物馆，它这边的票价呢，我严重怀疑是抢钱，因为呢，大人呢200，小孩150没错。然后呢，馆的空间呢，并不是非常的大，基本上就是后面这个区域，然后后面那边再一个区域。就这样，没了。对，所以这一次呢，还是由我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就够了。那我们看到这是1972年的美国的计程车，纽约超大一台，里面这空间真的是大的不可思议耶。这个是伦敦1967 Austin， 超爆老好不好？香港建设的仪式，我车牌掉在里面，不知道什么。原来是这样子。现在呢，去香港应该还搭不到，而且呢，毫不意外的，里面还出现了一张司机的个人资料的。看到就知道哈，这个排气孔。
很大的音响压力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百米望胖台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到这个平台上面去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百米望胖台，就是它的遗址哈、哦。对，没有炮台，我一开始在查到的时候也很惊讶，说竟然没有炮台，但是没办法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这边有一个类似防空洞的地方哈。哦，我看一下里面是黑黑的，也不知道里面能不能进去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边只有另外一个地方有三根立起来的柱子，这边大概是放炮台的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，应该就是和平岛，所以在这边做一个往远方眺望的地点也是蛮不错的。对，虽然这边没有炮台，但是作为一个吹吹海风的地方也是不错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位于基隆的万木山滨海风景区，这样我看起来好像不像。然后后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消波块哈，完全严重的挡住了我们这个海的风景。不过这个消波块也是非常重要的哈，它绝对不会是没有用途，对不对？它的用途就是挡掉风景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位于基隆的基隆庙口夜市。好的，那我刚刚买了这个章鱼烧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准备回台北喽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觉得这很正常？且听这位先生娓娓道来。我完全没有在开玩笑的意思，因为太热了，谁吃得下？好的，那现在我们已经回到台北了。这一次我们沿途总共开了1380几公里，那详细的话呢现在会显示在画面上。那我们这次环岛呢总共耗时8天，沿途经过了全台湾的每一个县市，在每个县市一定都有吃饭景点或者是住宿。还没看真心三倍券的点右上角，记得订阅 Eric 第一名，订阅 Eric 第二名，订阅 Eric 影片分享频道，为这部影片按个赞，希望有一天把这部影片分享出去，订阅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